She goes her own way, like they don't give a damn, girl. And my God, she owns it. So many heartbreaks goes back to 2014, and I think that she knows it. And if you've seen her, I know that you would believe it, 'cause I know that you'd want her to. Taking their shot, missing out on the cut. I think she knows that. She drives them crazy when she's looking like that. The way she's moving makes them want it so bad. 我朋友都说我的影片跟 Instagram 影片都是你，那你要不要自拍一下？不要拍我。拿下去。最有名的蓝色恋人，听说最近才两奖，因为看不够，要禽流感。哇，北海道的鲑鱼卵都超浮夸，还有马铃薯是必吃，是飞机里可以喝的东西，那些喝的咖啡、干贝浓汤、茶、水，还有苹果汁。飞姐应该会超可爱的。ご乗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エアフーは北海道の翼にし、安全な空の旅をご提供いたします。ベルト着用サインが消えていても、突然の揺れに備え。
这样有点好笑。像冰沙一样的，超妙的。唉，常来这间，看到没有？超级好吃的，推推北海道的水，然后是吃这一间，在早市里面。哦，这间看起来不错吃，希望这有空来吃。哦。雪地行走中，到了今天晚上住的地方。双床的房型，出来玩就是要分开睡。床，还有两个舒服的椅子。耶！哇，厕所我看一下，是洗手台，马桶，然后有浴缸哎。这好像跟我们上次去住金泽的 Share Hotel 是一样的。京都，上次是住京都的 Share Hotel。我们分到的房间是101，然后它是它的房卡的样子。然后分享一下这次的价格，因为现在有一些活动，所以我们本来住三个晚上的房间的费用是33,000左右。折扣后之后变成25,000，然后还有另外有10,000的 coupon 可以在一些店家使用，月份有5,000的额度可以用。对，赞赞，赞到。哎，
这个是这边的拖鞋是这种的，是重复使用的。然后衣架，然后这个拉过来之后，这边是热水壶、茶包。茶包看起来好像是特别的煎茶吧。蛮特别的，它的那个杯子是木头的，水杯，然后玻璃杯，然后它是百慕达的热水壶，哎，还不错。刚好我们有自己买绿瓜咖啡来，可以冲。然后下面是冰箱，就是这种小的冰箱，然后没有附水，洗手台。吹风机还不错，是 Panasonic 的。对，刚没发现它有附备电，是。附水含管支电。那你是来附电？这是另外一边的门。餐厅，然后这边可以一起连到刚刚我们住的那一栋。是咖啡？这是碳酸汽水。哦，这是汽水，好酷哦，可爱哦。管定的碳酸饮料。这是传说中的小丑汉堡哦。我们再找其他时间来吃。就在隔壁，我们可以吃一些东西。好可爱哦。要时间。好大的看板，有很多人说要吃的这个 yakitori bento 烤鸡肉串的便当。等一下来买这个。到了我们想来的店，它也是在一个旧仓库里面。然后是名字是韩馆卖酒酿造所，很可爱。就是这间，试试看。我最爱的就是肉酱面，每周必吃一次。座位料的小菜是是说用在这边酿酒的麦芽，然后去喂那个鸡，然后鸡生的蛋，然后那个蛋来做这个卡罗巴纳拉。冰淇淋啊，大枣的啤酒，来喝喝看，耶！耶，又买了一些啤酒啊、牛奶啊、优格、水，然后还有他的便当，还有串烧，回饭店吃便当。鸟，鸡肉串烧的便当，然后是两个猪肉的，然后一个是，哎，这是什么？盐味的，然后一个是猪肉串，然后是辣味的。来喝喝看这个，昨天买了这个。虽然它是给百慕达的手冲壶，但是杯子有点小。Close your eyes, get some rest.
Yeah. I know you've had a really bad day. 有的，这边都是比较偏那个青旅那样子的房型，然后上面有 share kitchen 和 rooftop。离开的啦，还有洗衣机。对啊，大浴。Share hotel 很像，对，这边比较小，但是什么都有，所以可以自己买东西，然后来这边弄来吃。它外面应该就是屋顶的那个 rooftop terrace， 感觉很美，去看看。路面电车，路面电车，今天就搭这个吧。哇，我们饭店门口就是可以看得到这个。函馆山这边，饭店旁边这边这一条就是有名的八帆板。我在上面拍下来的话，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斜坡，然后看到海。昨天比较暗，没有看清楚。就是在这边，我们从昨天是从里面进去，然后我们住的就是那一栋，以前的富士银行。那就是可以搭缆车上去看夜景的函馆山，所以也蛮近的。这附近，那我们今天是要先去站前去市场，耶！哦嗨哟！一千块，啊，因为是二八原价。看起来没有人排。我们只要点一个盖饭，然后点了很多刺身啊，然后烤的那个海胆啊什么的，好吃，好吃，吃上海胆，耶，超好吃的。可是还不错。
这边有一些饭，那个上面是饭店，然后有一些商店啊什么的，餐厅应该也有吧。我们要去武林波塔，去看风景。